没卖酒啊。卖酒，今天健康。真见到鬼了。这是唯一的酒。我小孩，超是唯一的酒。这是唯一的酒，没错。但是他的二锅头都是零。耶！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哦，很抱歉没有卖酒、哦。待会会直接进饭店，我再想想办法哦。所以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我们准备了下酒菜，但没有酒。因为。山上什么都没有，这是今天的唯一的行程。对，今天坐了一整天的车，好，然后好不容易到这里，吃完饭，大家出来散步。我们在夜游，只是为了那个远端的那个全家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个那个 Q 辣麵，是不是酒意全消了？是啊，还有麦当劳。还有麦当劳。哎、欸，全家，对啊，看得到，还好啊。要走对面吗？还是吃拉面？感觉那边比较热。哎、欸，那边有拉面，要不要再来一碗？走啊走啊，还是最后买完要冲就对了。再来一碗拉面啊，这边不用排。大家想一下，这是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就对了。Google， 不要想说会吃的难过，因为等一下还要走上去。购物中心问题是开到几点呐、啊？哪里？现在应该只剩全家吧？我至少有个目标哈。这都下班了，应该只剩下全家了啦。应该剩全家了，那边啊，购物中心那边，应该就是在。不，他有没有营业？他有没有营业时间呢、啊？这东西不会啊，平日应该不会超过九点啊。对啊。那边吗？至少全家知道。哦，够。来，没有东西，有人可以怪一个。有后悔的感觉吗？不会啊，我们就是摔走。啊！八趴什么？我在好奇的是，喝了会砰砰叫。就是方向这个比台湾便宜。废话，你这，赶快多拿一点，大概40块而已。没那个店，价格都一样。一样，我喜欢喝。便利商店都一样。就是大家就聚在，直接是聚在停车场就对了。我觉得一串不够了，快不要吃。你要不要赶快再来一串？赶快。还没算错，再买。哎，不对，问嘞，问人嘞。在里面吗？没啊，他刚在我前面啊，来。耶，回家了，回家，这边已经在吃了。我要吃拉面了。回家 ，Go。好，任务达成。任务达成。问一下，你觉得台北哪一家的吃茶餐厅比较到位？有，这附近有一家，港式奶茶，对，附近。好。太行了，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到了。因为他需要冰，所以我们还是放在冰箱里。